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开什么玩笑？就这么一点事情，你给我搞了一百多。好好想一想，你有这么多粉丝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要创业，有这么多粉丝支持你，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做的。但是你还是一直给我过不去。就这样吧。不行，王菲，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啊。今天必须要把全部给我才行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今天能谈的谈拢，就把事情谈清楚了，咱们以后谁也不打扰谁。对啊。谈不拢，我明天继续杀到你，上你那个三都的总公司去，看你怎么一样。你让我吃不上饭，大家一起吃不上饭。这个事情我告诉你，王菲，一百个，我觉得对你很公平的。公平不了。真的很公平。一点都不公平。随便你，叫你的粉丝也好，什么铁杆也好，什么你的朋友也好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大家把这个杨总给他录个视频啊，他不是你不是要今年就曝光啊？今年那个产品上市了是不是啊？你今年公司上市了对不对？你这样的一个人，公司能上市吗？你觉得？这个事情不管一点的事儿，知道吧？啊，你处理好你的事，先把你粉丝打我，然后前天惊扰我母亲的事，这个事情给我解决。那个，然后咱们谈钱。那个粉丝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又没动你。那个粉丝我不知道。不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是说你的歪理。你的粉丝，我只认你。我告诉你，随便你有一千、两千，还是一万、两万的粉丝，我挨了打。他们说他是来支持你的，来看王菲的，对不对？你还送了什么东西？我好像送那天我感觉那些粉丝就是被你安排过来的。我后面我为了我在我所有的我在你们的直播，我告诉你，我在我的所有粉丝群里面根本就找不到这些人。不可能，这事我告诉你，他们都说是你的粉丝，对不对？来看你的，你的家人，没说是我的粉丝，我的家人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行，那个事情我认，啊，管他，必须认，啊，管他是不是我粉丝啊？那个事情我认，管他是不是我粉丝啊？首先，你必须认，我告诉你，嗯，姐，那个事情我认，少五十个、两百个，一个都不少了，给我，直接给我。我母亲的惊扰费，还有就是什么母亲的惊扰？他母亲我们惊扰他了吗？对不对？他母亲还在那里。还有是卖我们被他惊扰了。还有卖这些产品，不是他那个折算出来的价格远远不止五十个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我不管，那是因为你不帮我的给我才会这样子。这肯定要算了你的账上。你就我粉丝碰到你的那个事情，我认了啊，不管他是不是我粉丝嘛啊。只要打着我的名义去了啊，我自己愿挨这个坑，其他的给我就完事了。还有我入场的鹿茸，你给我低价卖出去这么多，那些咱送你的粉丝，所谓送我其他的我不想跟你说了，我就问你给不给就行了。没有商量，我告诉你，一百个没有商量。你好好想一想吧，安杰，你反正你是他的助手，你可以跟王菲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今天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做到仁至义尽。仁至义尽，这怎么可能商量嘛？这个，如果你再敢动仓库的东西，我就叫有关部门来找你们。你们看着办。少不了，一分都少不了。不行，准备家人们啊，你们觉得不行的打个不行，一分都少不了。我觉得刚才我是给你让了一步，但是你不要的话啊，
那就250个。咱们我今天啊多的我也不想跟你说啊，能给咱们就啊我就把那借条给你，给不了我就啊明天直接上你那个山东那个公司去，把你公司搞得那个鸡飞狗跳的那种，一夜不了。你让我现在，王飞，我告诉你，随便你怎么搞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，告诉你，到时候我不出面，我叫人来处理这个事儿，我出面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是给你面子了。谁来都没用。我是给你面子了，王飞。我也给你面子了。哎呀，杨总，咱们好好说嘛，真的没必要闹成这样子，真的。是你逼的我，我告诉你，你逼的我。你问一下你粉丝，你看，啊、你前天应不应该去我老母亲家里？你问一下你粉丝。你这样子，杨总呢？杨总、啊，咱好好说。你把我的250个给了我，我走了。咱们这个公司还有几百万的货还压在仓库里面嘛？你那个几百万的货你处理完了之后你也不亏嘛，对不对？真这个跟货没有关系，我告诉你。那这样钱可以给你，我拿货来抵。什么货抵啊？拿仓库里的货来，然后我给不了你现金，拿货来你怎么处理可以，给你150万的货。啥150万的货？对啊，你现在250万，然后我扣除我在山东的损失，还有我住院惊扰母亲的损失100个，给你150万的货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。你1万块钱，你分不要，你全部送给你的家人 ，OK， 跟我没关系，怎么样？那干不了，不要货。我拿了这150万的货，到时候卖不卖得出来是个问题。给你肯定，咱们公司的那些之前的那些代理商全部都已经跑了。你开玩笑？被挖走的挖走了。你开玩笑？你开玩笑？现在我拿货给谁？谁帮我卖啊？你能力很强啊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么多粉丝、啊。我能力强会强？可以吗？笑话。这样，我告诉你，钱没有，要货可以。不行，我只要现金。你，安杰，你跟他准备家人们啊，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这个公司还有几百万的货嘛啊，一直压在那里的，仓库里面还有几百万的货，他的意思是把货给我，有茶叶呢和护肤品呢，像什么洗衣啊、牙膏这些。这些都是比较好销的货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搞不了，不要，我只要现金。我只要现金呢。给我吧，杨总，咱们不要扯那些了。你看，你把咱公司这些仓库里面的货放到你们公司，你走公司那里去啊销售。2个月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给我那个东西本来就该属于我的。不行，肯定不行，这个事情。如果你这样不行的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明天我马上在这儿打电话跟小罗，叫他们把仓库锁掉，货你都拿，叫你一件货都拿不出来，我告诉你，真的。我让你今天给我200个，我马上就打包走人，以后公司是你的了。不行，我告诉你王菲，你不要因小失大。不曾感受过，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把没有告诉你。